下月初八，还剩几天呢？嗯，快了。10年了，我和我女儿吃尽了苦头，眼看着报仇有望，没想到前功尽弃。素锦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能不急吗？ 眼看着人家就要进洞房了，苏青，韩志杰如果跟魏灵儿进了洞房，曾念安肯定不答应，他绝对会联手日本人杀了韩志杰的，他是不会坐视韩魏联姻的。好啊，<笑>他们先杀了韩志杰。 然后我们再杀曾念安。对对对，我们呢就是改变了一下计划。不，我绝对不会让韩志杰去魏灵儿的，绝不。